车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牛炸，真欢喜！咱这期我坐甲满满啊，当然我要感谢毕司长啊，伊甲大家介绍啊，我实际上。我要甲大家报告讲，我伫国外转来了后，拢伫私立大学研究所咧开课，啊，有夏主任做甲院长，啊，大部分的时间。拢伫南部，现在我买厝买伫南部，我一生出生伫中部，啊，读册、做兵、甲就业，拢伫北部，头中部二十年，北部。差不多要到三十年，才国外十外年，才阁转来南部。我算起来，因为阿扁啊做总统选到迄个时阵，我才转来，所以可能安尼大家算算的，我差几岁，我足清楚啊。啊，因为。真多政治家，有的真正无了解迄个会计的作业，也无了解这个。人讲历史工业啦，什么叫做历史工业？咱要啊，咱要。甲大家探讨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啊，啊，咱先丢出来讲历史工业，啊，什么叫做历史工业？啊，讲一个较歹听的，就是讲，因为以前党国体制不分嘛，啊，以前的总统会伫开会伫用的拢无代志。按哪会甲淡水比较代志？安尼大家都足清楚。好、哦、啊，有诶讲啊，历史工业，实际上，这就是根本无了解会计制度，啊，甲无了解内部控制。我常咧讲，那我做检察官。我要先抓资格部分的人先判刑，再来审计部分的人来判刑，啊，再来判这个主管。啊，主管根本都无读会计，伊都唔是这个专业。诶，啊，叫讲伊干呐，上尾啊，伊负责伊登名，伊参啊签字，伊就要判刑去判这个。啊，有诶讲在讲历史工业，啊，今仔日就是要让大家知影讲会计制度诶重要性。啊，咱也要甲大家讲，以后咱拢是啊台湾政府诶迄个官员，啊，你若事先唔知影，来阁讲一个咧。严钦彪，那即马讲要啊入去加格内底，伊那咧好花招的时啊，会计单位啊，啊甲迄个主计单位讲，
关诶，迄、那个伊迄阵啊，我做议长嘛，讲议长啊，啊，你这个袂用开的哦，你这是荷花球啊，这个怎酒店诶发票袂使来报销你啊？安尼伊敢有代志？事先主计单位、审计单位先通知，诶，我看。袁清标，伊那会讲啊，这钱我紧摕来补补嘞。啊，这个钱算伊请人去，伊家己开出来。伊那会讲，啊，这都会报你啊。遐个人拢甲讲啊，这都会报，以前都安尼啊。啊，你该死，因为你以前是当我的嘛。啊，都掠你算账。啊，因为这是啥？徐水德家己讲的嘛。哦，徐水德讲一句话，大家知影无？哦，来，你来讲较大声嘞。花莲是国民党开的啦。哦，啊，这大家都足清楚嘞吼、哦。啊，这啊不是我咧讲啊，徐水德都讲啊足清楚。你若听国民党的代志，拢无代志啦。你若唔是啊？就创一空啊，给你落。安尼有清楚无？所以讲，咱爱家己爱知呀。以后这条钱会得用哩，啊，你就用；未使用哩，无论你偌济钱、偌少钱，拢贪污啦。咱阁有特别规定。那啊，咱民政府执政的时候，贪污一定清查，这大家爱有一个觉悟。你愿意来大家到啊台湾到打拼，你爱家己觉悟。咱唔是啊民进党诶，啊唔是国民党诶，人国民党应该安怎讲呢？因讲哪啥呢？哪讲哪滴嘞啦？啊，哪讲哪滴嘞？喷一个倒嘞，啊，遐滴走来拢唰唰唰唰，大家拢嚼到啦。有诶形容安尼啦，啊，讲民进党安怎？伊讲啊，哪搞嘞啦？一块肉骨来揢落。伊到家咧去边啊，你搁到要搁我来，伊甲你讲，要甲你教啦。啊，人形容外口个人讲形容安尼啦。啊，你想想个，跟哪敢有影个款吼？吼、哦，这个描述啊，足那足清楚。啊，大家拢有分啦，所以讲集体贪污。公车等于没有贪污啦，大家拢有啊，啊，袂袂安怎？啊，国民党阮开的，啊，无你袂安怎？所以讲，所以爱甲大家强调，咱执政一定无共款。你若有这个为咱台湾未来要拍拼，啊，希望介绍。啊，较少年呢，靠专业，吼、哦、啊来参加授训，吼、哦，安尼咱啊就有希望嘞，吼、哦、啊我啊开场白讲到这，啊咱即马按照我准备的 PowerPoint 啊来甲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五十分的时间吼，拢讲一个概要啦吼。好，大家了解吼、哦。啊，我就差不多晚即几点吼、哦，啊来甲大家啊讲。咱第一个就是讲，咱要来讲无遵守会计制度的案例，吼、哦。这个案例啦，六三三啦，这足闹亏的呢。啊，那闹开，然后伫国外大国人，总领事
然后伫国外待较久诶吼，啊去啊去办代志啊，去去要做啊总领事馆办代志啊，总领事啊，伊诶办公厅伊诶座位拢一定有一张甲总统翕相甲出来，啊啊，流氓政府台北。啊，的啊，流亡在台北的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，就是总领事啦。然后更高的是叫做总领事啦。啊，这个人那照讲，我一定甲啊马英九啊翕相才出来。啊，所以讲咱会足清楚，一个遐重要的官员。要派出国外外国去做外交，就爱甲总统翕相才出去。什么人做官爱甲总统翕相才去做官？安尼有大无大？你看安尼就好啊，实在真大。啊，真大，伊敢就爱来发这个薪水？讲一个较简单，总领事馆有诶，总领事馆都有多诶多迄个做厨师呢，伊诶佣人内底都教厨师呢，因为伊定定要请外宾，啊定定要请教练，迄拢招啊叫叫去伊诶总领事馆内底食饭呢，啊我以前也定定去互总领事请，啊所以我足清楚，吼。根本伊就免去做发钱的代志，啊，伊要去发钱啊，吼，啊，伊干安怎呢？互人400块尔啦，啊，甲人签是签1240块，啊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伊一定总领事馆一定有会计制度，一定有会计，啊，有出纳，绝对有。伊无照这个，伊。实在，伊实在免去摕这个钱，搁去家己去发这个钱。啊，你若要摕这个钱，搁发这个钱，啊，你就家己要贪污啊嘛。啊，伫外国，伊就你讲，甲人签的，谁靠去呢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啊，这什么？安尼有严重无？啊，咱这边讲认罪协商，啊，因讲要去认罪协商，啊，钱赔赔咧，啊，就要紧转来。美国，伊讲你不是一个国家啊，那有什么外交特啊？豁免钱，根本无来甲你关关的关两。过外国才讲好啦好啦，恁钱赔赔的，安尼立立的出恁回来，啊，这是事实啦，这是上好一个案例，甲大家讲，你若做官员，迄个会计的流程，你若啊按照制度来出纳的付钱的，你就可以去啊去领钱。啊！你卖个提钱，你家己要去啊付钱，一定无都无问无这个问题。啊，这拢安尼吼，我希望那大家吼来上课以后，那要过来上课啊，上好大家拢揸迄个笔电来了啊，啊不那不揸笔电吼，啊不你就揸。迄、那个随身碟啦，吼、哦，啊来扩登去。有当时啊，啊资料足济咧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讲实体上我无法度讲甲了啦，啊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啊。阿伯啊，你欲啊，因为无一定大家拢因为每单车的拢有各行的家己的专业伫咧。所以讲，不一定对啊会计啊这方面啊有诶较无清楚，但是
咱你若有兴趣，你就扩转去，吼、哦、啊！咱的同仁也很乐意甲大家服务，安尼较方便，别浪费这个主张啦，吼、哦！这个甲大家啊报告一下，因为我伫研究所开课时，我希望我的学生，我咧上课，恁一定带伫笔电来。啊！老师讲到遐，你就去找，你就上网去做，去调，啊，看老师讲的对啊，唔对，啊，互因玩一个叫做真相啦，哦，啊，我较爱真相，哦，所以就是甲大家讲，若有带随身带来吼，爱使扩展，啊，这拢会使提出来做参考吼，啊，我咱即摆搁看第二个咧。这拢甲咱政府的单位较相关啦。国员是啥物身份？国家考试入的实验室啊，唔是啊，是毋是拢关系？是毋是拢关系入去？啊，都拢关系入的，所以有做控制啊无？拢无嘛。内部的控制拢无嘛？啊，你何关啥？你知影？你啊，伊这啊，吼、哦，会计顾问啦。啊，你何关这个叫做啊，教育部重点科技基金啦、啊？吼、哦，2600万的公款啦、啊，啊贪污啦，啊贪污，到尾追回才偌济？追回才37000块尔啦。啊，看。啊！伊若做几年啊？伊安尼啊，2000几万啊，即马才做回家安尼啊，其他诶代志可能几两一两档啊，还是都出来啊？你大家若要来互关？啊，安尼有好赚啊，无好赚？所以吼，足济。有诶讲，恁啊，咱台湾政府执政啊，有啥物啊好康诶？咱诶政策讲，第一讲学费啊，免学费。如果啊，你钱要为带来，足简单诶啊，凊彩欠到钱啦，乌白咧开啦，像这你啊2600万呢？啊，才做回偌济？啊，三万七呢？啊，这毋是拢咱的血汗钱？啊，从这款伊只讲安内教育部啦，就是教育部会后啦，只讨回这些钱啊，建立相关制度。啊，教育部唔是即马才设立的，咪啊讲安尼尔交代，讲啊以后会建立相关制度啦。那咱啊民政府执政，什么人做主管下台？咱的政策，我阁直接阁宣布吼，咱的政策安尼做。你做不到落台，安尼唔只大家会拼。有个人讲，咱现在民政府啊，伫台面上遮啊有润车无？拢无润车啦，政策做会到，直直做。唔知大家有去去高雄哦，后去台南哦，因为高雄秘书长来，啊，我有听我伊咧讲咱高级班受训了啊，咱有一张证书，这张证书讲要互你做永久的，吼、哦。当然你是做永久的，但是你若去负责政策的，你一定要安怎啊？
认真去做，做甲政策达到。啊，你也无法度甲达到这个目标，啊，就换人嘛。家己爱我有这个觉悟啦吼，咱这拢是为未来的子孙吼在奉献啦。吼，啊，这亲戚，我的朋友，甲我讲，张教授啊，因为我为做教，一直做甲教授，教授搁面顶搁做甲讲座教授。已经甲顶头啊啦！啊，伊讲啊，你今即马当时咧，搁咧拼啥物？我甲讲，我诶啥剩余价值再利用。大家我爱有这个精神，这块土地是咱诶。咱唔拼，什么人要拼？讲一个较歹听的，就是安尼。咱唔拼，什么人要拼？你叫伊流氓政府来甲咱拼，卖戆啊啦！真正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啊。佮讲较歹听的，佮讲较歹听。大家我提身份证出来啦，咱拢去用做记号，大家我拢也唔知影啦。这纯粹我甲。拢知影吼，这个所在拢用做记号的啦，就是这边啊，就是后边的正边啊，系啊，这连咱的现任的做啊警官啊来遮受训的，会动心，甲问讲，你知影这个啊？伊若唔知啦。所以讲，咱真正从做记号都唔知啦。较早新闻讲要哦，你的籍贯是哪里？啊，伊籍贯甲你废掉，伊就甲你创一挂，互你无看到的。安尼看，咱要替甲恁斗拼，啊，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好啦，歹势，搁讲伊外口去啊。今晚。今晚是来祝弘时智慧啊！弘时智慧啊，是安怎？是因为弘时智慧暗干啊，四十三亿啊，伊迄是这样嘞，迄、那个分会啊，咧告总会啦，总会啊，弄告分会啦，总会弄告分会啊，所以这里就足清楚。吼、哦、啊！这不是我的统计数字啊！我拢啊报出来统计数字啊！苏纳米啊，咱大家捐款，日本啊政府啊就感谢咱的啊，咱的执行啊没有执行力达到啊65.7%。员工啊，上悬的啦！啊，因为日本甲现代啊，也无足清楚讲安怎，本土台湾人拢会感受到日本来遮来甲咱建设基础建设做了足好嘞。啊，拢咧遮个较老一辈遮个人，拢靠这个回馈金，因遐发现。大家拢展现出来，因为感性安怎你知道？日本叫伊讲，这是中华民国政府啊，拢咧感谢中华民国政府。啊，因遐个人，你看红十字会这个情形，都这个执行拢咧迟延，啊，这个是啥物心态？伊讲你们跟我南京大屠杀啦，因个心情拢要伫遐啦，所以无足清楚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你若有日本朋友，你一定要甲讲个清楚。
本土台湾人甲住伫台湾的台湾人，伊讲台湾人无共款，你着爱甲讲啊！你若讲真正恁是台湾人，恁甲各国爱问一张啦。若有台湾啊政府的身份证，则是本土台湾人。啊无，若毋是这张的啊，差不多拢中国人较济啦。爱甲因讲互清楚，因为日本人到现在分袂清楚啦。咱中日啊第一期的啊精英班开课的时，我若咧甲因沟通，因确实分袂清楚啦。伊计讲住伫台湾这片土地人拢是台湾人。啊，实际上伊是中国人，因都唔知。我甲讲，伊若讲伊是台湾人，你甲叫日本的朋友讲，甲问讲，你看有台湾政府发的身份证无？那这安尼就是讲啊，台湾人。因为我也了解，咱足济同心。甲足济啊朋友拢有甲日本做生意往来，爱甲因讲一点，互因足清楚，因也会得认识，吼、哦，袂讲啊，甲台湾住伫内地人拢把他算到台湾人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好要互大家清楚吼，啊，这拢例子啦吼，啊。这拢是一个例，啊，要给大家看。我即马要讲这个例吼，实在，租界处呢，行政院的租界处，就是讲迄个做会计长呢，吼，租界长呢，租界长咧做啥？吼，自日性的行销啦，开违法的后门，啊，立委啊，讲要来。弹劾这我就讲，会计单位的头，就咧做一挂不法的代志，违背法律的代志。因为会计制度拢甲定的有关法律的有关，啊，因后边甲你补啦，啊，这个无法度，真正确实无法度。好、哦，这伫遮。好、哦、啊，报纸咧讲啊，我唔是我咧讲。这样、哦，来，2012啊，8月1号星期三，所以，好，大家足清楚啦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这种。啊，护航的啦，专业拢有问题啦，啊，成这啦，吼、哦，百年国际经费审计部一笔糊涂账，啊，一笔糊涂账要安怎？啊，那无法度，你看外冤枉，啊，咧交钱，吼、哦，这。梦想家到即卖还有问题无？无代志呢？两枚尔呢？2.3亿呢？吼、哦！新加坡统计啊，指出中央甲地方啊，拢总开偌济？47亿呢？加省起来啊，要来补助啊学杂费学费。足有够的啦！搁看这条，经济部事后啦，这个叫做咱以这个基础啦，拢安啦啊，规避采购法，回避这个、免来斜边啊去创一个啥？百年的做用一个资金
啊，这个单位寄偌济，这个啊不要给啊国会来监督，所以钱号袂开，所有的单位拢无咧执行，所以问题出足大咧。所以伊即卖要贪污要啥？贪污要美金啦，贪污要黄金啦，啊，准备要走路啦。哎，足明显的林医师，我来烧美金，好啦，啊，迄、那个消防署黄署长讲要黄金，啊，这较早走路唔是美金加黄金吗？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哈。后来我看咱这搁歹讲起啊，咱先讲到进到个本题来，先爱了解讲会计制度是啥物？吼、哦，咱是会计制度是用一般的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啊，甲相关的法律要求下来制定的一个团体内部会计的循环作业，啊，甲会计政策，啊，甲选择的方法。啊，有伫咧有不确定的啊，估计的情形啊，来做一个处理，这就是会计制度。啊，会计制度有这个会计法来讲啊，依照会计法来讲，会计制度爱包含有这个项目。啊，会计制度内底啦，一般啦，啊。较早，高雄有读政府会计，甲啊高三的时啊，啊高一就读啊，有诶是普技嘛，啊再来会计嘛，啊再来啊政府会计嘛，成本会计嘛，吼、哦、啊那伫商学院内底，哈、啊、一般是会计学，啊来就啊。迄、那个中啊中级会计，吼、哦，啊个高级会计，吼、哦，啊个过来就是成本会计、管理会计、审计学，吼、哦，啊这是会计系内底爱，啊咱今晚要甲大家讲讲，因为要绩效，我爱有一个啊。法令啦，啊，会计有一个制度啦。最近啊，大家唔知有看报纸，讲大学的教授内底的研究费啊，发生问题啊，因为拢是安怎，迄、那个等于伪造文书嘛，伊个要开销啊，就去我去摕迄发票啊，乌白报嘛，到时讲啊要判刑嘛。哎、欸，啊，即马讲啊来修法啦，吼、哦，讲来修法啦，啊，所以讲爱甲大家讲，因为拢相关的有相关的法令啊，啊有相关啦，啊，所以讲会计制度啦，啊，拢有遮个啊定数吼，啊，甲咱有遮个项目，啊，我啊，互大家知影者。啊，讲到政府会计吼。主要政府会计啊，实在要创啥物，拢是一个管理的工具啦，预算管理的工具啦。啊啊，各级政府啊来执推行政务，甲控制资源，吼、哦、啊来设套一套的会计记录，吼、哦、啊报告的方法较准确。啊，这主要是要达到啥？吼、哦、来。控制啊，机关税入甲税出的目的啊，啊，实际上，即马有诶政府啦，乌白开啦，啊，家己税入无遐济，啊，税出变较济咧，啊，啊，要甲开，啊，实际上啊，那民进党咧执政啊，啊，要卡。为着人民来省这个钱，啊，即马那工程啊，啊，国民党个咧即马咧执政啊，工程啊，
拢直直追加啦，拢用追加的方式啦，啊来咧工程我乌白开乌白做啦，啊所以即我读个莫咧烧，真正读个莫咧烧，吼、哦、啊无法度，因为那个讲头拄我讲的徐水德有这个名言，吼、哦、我看伊永久吼，即句话无法度搁吞落去。后来，咱即马讲一般的原则啦，吼，较简单的讲，第一就是企业个体，吼，会计就是讲，你这个单位的会计就是这个单位的，唔是个人的吼，啊，这就是，公司要分开啦，吼，啊，过来，继续经营的假设，啊，这大家也了解，一个国家啊，是啥东西？继续经营企业嘛，同款啊，货币单位衡量，咱后摆要用正代票啦，吼啊，即摆用新代票啊，甲啊美金要做小，你若是外销，你讲要用美金做小，我会杀你啦吼。啊，咱即摆是讲啊，后摆啊，咱会用正代票，无身份证的人，所以爱甲大家讲。赶紧好朋友来办这张，无这张的人，40万换正代票一块啦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哦，40万，哦，伊以前四万，甲咱换一块嘛，啊，我无可行啦。来，这个啊，币值不变的假设，啊，这大家应该知啊。小波记落去，1月7日记落去。啊，就是那100块，啊，到12月30日，那就100块。啊，咱无甲经济学咧讲诶，讲啊，货币拢会有做啊贬值啊，3%到5%，咱无咧考虑着遮。会计上记伫小铺诶钱，就是啊，这个钱哈，100块就100块，吼。啊，会计期间，咱是啊，甲美国同款啦，1月7日。甲12月31日啦，啊，咱都大部分拢是安。实际上，伫国外的会计制度啊，无一定啊1月7日。你若要8月7日，哪会杀你啊？吼、哦！啊，我伫外国的公司啊，啊，迄伊是8月7日开始的，因为伊8月7日才去啊投资去设工厂去啊经营啊，所以伊的。迄、那个日期就是8月7日，外口啊无较即个限制啦。咱台湾也是啊，拢是1月7日到12月31日。啊，5月啊一定爱报销，吼、哦。以前是3月爱报销，即马甲你拖到5月讲爱报销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咱即马要甲大家讲，日本的制度啊是4月7日会计制度开始。所以，咱这个日期一定要记得。1945年4月7日是什么日子？咱大家爱知啊，咱同心大家爱知啊。是，对，是啊，咱日本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啊，天皇来伫台湾颁布实施。啊，明治啊，宪法就是讲，伊和台湾有迄、那个叫做参政权甲参战权，所以伫台湾推派5名的迄个众议院的议员去日本参加因的会议，3名参议院的议员去参加因的会议，所以。台湾跟日本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你要用战争法来摕台湾，无可能。所以习近平2009年啊12月的时候啦，来跟天皇说要买台湾。啊，这拢是事实。
哦，啊，这足清楚。以前迄、那个朱镕基电棍头部讲，台湾是我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有啊无啊？有安尼讲啊？啊，过来，即马唔敢安尼讲啊，即马讲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。哎、欸，唔敢讲啊！你咧建设嘅代志，讲嘅不可分割，啊，你咧拢无咧研究，啊，互人笑，所以伊即马唔敢讲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期间啊，一定爱大家爱记起来。哦，这个这啊啊，做啥？李王政府来安怎甲你讲呢？讲四月初一是啥物事啦？讲愚人节啦，这骗人的啦，你唔好相信哦、喔。讲四月初一，讲骗人的啦。啊，天王在这边下诏书，伊讲这骗人的啦。啊，所以，拢足多代志拢咧骗。哦，啊，这大家知影就好吼。啊，重要性甲稳健性吼，这较简单讲，就是讲依照那。一个企业就好了，咱来讲一个企业，伊的今年的营业额，那和 A 会计师来评，甲 B 会计师来评，无一定同款。是哪无同款？因为伊的观念啊 ，A 会计师认为这条线爱摕到资产，但是 B 会计师认为这条线啊。应该做费用开掉就好啊，吼、哦！安尼，这就是观念上的问题，都无一定同款啦。啊，但是这就是看伊的判断是重要性，吼、哦，啊个啊稳定性来决定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呐定了啊，实务上会去碰到这个问题啦。啊，有诶学生囡仔会问，讲诶、欸、啊老师啊，咱考试期间考。期末考啊，考出迄大家题目的答案拢同款，啊，哪会讲实务上会发生这款问题？我甲讲，考试的时候，假设的条件拢甲你设定好啊，啊，你就照安尼做的话，依照这个假设条件去做，啊，你啊违背这个假设条件，安尼你做出来就唔对啊嘛。所以因为实务上有各有。人为因素的判断的问题啦，所以讲这个专业，他有给专业人员一个啊判断啊的情形，啊，这我甲大家讲一下，吼、哦，了解一下就好。啊，咱来个讲个成本加效益原则啦，这足重要。无论你做什么代志啊，首先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。吼、哦，咱做这件代志，咱成本爱开偌济，啊，咱会收到偌济，吼、哦，啊，尤其是啊，行政单位的人员，你要做，吼、哦，效益伫带，拢爱了解，啊，咱佫特别咱台湾啊，《公民权利法案》29条的规定，吼、哦，啊。这就是权责机关预算编制的原则是什么？哦，拢是按照要依照一本笔的大小排列优先顺序，小于零的啊，小于一的拢不能执行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奈要安尼做，蚊仔馆太济了嘛，大家有去思考到这个问题啊无？蚊仔馆太济了，无应该开的，啊，甲开咧，啊，无咧考虑讲，啊，你开这个啊，迄个做活动中心也好，啊，你爱保养费用咧，人事开销费用咧，拢无算着啦，啊，所以安尼我别开啦，啊，这好大家做参考吼，啊，过来讲到行业别吼，啊，这啊，因为。各行业有诶无同款啦，啊，这个行业别咱要安怎讲？咱啊，伫政府来讲啊，咱爱就是讲，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州啦，一定要发展自己的特色。
袂使讲，伊遮阿咧做啥？炸邯郸，迄边阿咧炸邯郸，迄边阿咧炸邯郸，哇！台湾省炸了了。啊，真正啊，遐咧放烟火，遐咧放烟火，应当要思考这个问题。我这个州有啥物特色？人文地理的条件，啊，来发展自己的特色。哦，即马这州咧活动，哦啊，白州的啊，拢来参观啊来。哦，啊，即马迄州咧活动啊。白州的哦，来去遐，安尼唔只啊，会去讲钱乌白开，吼、哦，这个观念吼、哦，会爱让大家有通了解吼、哦。各州爱发啊，来推广家己各州的特色出来，吼、哦，啊来发展。啊，这就城里的啊的特性嘛，吼！啊，咱来讲一下。啊，会计这那是一个讲基础啦，啊，甲一个制度啦。现金收付的基础啊，啊，有诶少啊，干那现金诶啦，收得现金才计少啦。若无收到，拢无准存啊，无付出诶，拢无准存啦，拢少破，拢无比较少啦。哦，啊，这叫做现金嘛，啊，算讲迄个医生券吼，较细间的诊所，啊，我到今日开业，啊，人来纳啊来看病啊纳钱，啊，今日收两万块，啊，就写两万，啊，人即马送药来，啊，来付五千出来，啊，五千出去啊，安尼才入销呀，收到钱加付到钱才去，啊，其他拢无算数，哦，这叫做现金。啊，收付基础，啊，咱即摆过来啊，款节发生基础啦。现在政府甲所有的做啊公司机关，拢采用这个制度啊啦。吼、哦，较早有诶都无要采用这个制度，现在拢采用这个制度啊，款节发生的基础。就是较简单，互一个了解，讲咱诶，今年发生伫今年诶收入，咱今年去收着，当然咱今年计今年诶收入无问题。但是这条钱啊，是每年才收会着，啊是今年诶，咱爱那爱算今年诶收入，这叫做款节啦。是伫今年发生的收入，虽然今年无收到，明年才会收到。咱今年若爱算收入，安尼大家毋知有清楚无？哦，啊，若是明年的收入，今年就收到啊，你袂使算今年的，你今年袂使算收入啊。你是预收的啦，啊，你迄都爱算明年的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都是叫做款节发生。伫迄个时阵发生的收入啊，是支出，爱伫迄个时间点来算数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前者发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好大家啊。了解吼，啊，当然，咱要阁讲一个会计政策。较简单的讲会计政策吼，那伫南部拢会知影，西丽大桥，咱迄阵啊，啊，讲要反攻大陆啊，啊，都无要甲你建设啊啊，讲无钱啊，啊，要起一个西丽大桥啊，要安怎？迄阵啊，西丽大桥安怎创的？甲扫地借钱啊，啊借来啊，才会收啥？过路费第一条过路费的啊！哦啊，到尾来讲，哇，过路费哪会遐好康啊？直直收啥？伊袂够期啊！
收了啊，阁直直收啊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讲，会使讲叫做回归政策啦。啊，我定讲到遮拢有当时啊，甲赖清德才报一下哦。啊，且即马些，伫要爬起咧，做人道高速公路要爬起遐，即马些，拢咱咧上课，拢有人咧看。伊即马甲你挂一个讲，这是迄个做水利署做的工程，毋是赖清德的呀。啊，真正大家注意啊，去咧南边去啊，要南下吼，啊为迄个仁德交流道啊上去吼，迄、那个所在乌龙诶窟啦，因为我看到报道讲赖清德讲，迄、那个做伊做了市长了后，伊讲迄个永康拢在淹水，如果政府中央不啊补助，救济哪边来？解决这个问题啦！我爬起哩啊，爬起高速公路看了哦，遐咧挖窟啦，我就讲啊，遐咧做工程啦。到尾做了工程做好啊，遐即爿讲挂一个旗啊，讲迄是水利署的啦，哦，水利署甲挂出来了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啊会计政策啦。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啊，我报告到遮啊。其他的吼，大家使 copy 吼，提登来做参考，快紧啊！多谢大家，感谢。请起立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